排骨。哇塞，这大排骨怎么这么大呀？不是你要吃的对吗？我这骨血也太多了吧？能喂哪？不要吧？不要。莴笋。那也吃吃油吧。花菜、拇指玉米、芝麻蓝。还这些玩具，哇，太好了，都是我喜欢的。妈妈，要吃半个豆粘豆包。那吃粘豆包米饭就不能吃了吧？半个粘豆包。直奔主题。这肉真更好吃。他竟然爱吃肥油。嗯，好吃绝了。排骨加馅，一二选者粘豆包。妈，这个糖果我只吃了底下吃。被妈妈发现了吗？嗯，妈妈傻孩子。那像个圆肉屁股弹小玉米。芝麻丸。站起来！芝麻丸又偏可笑，就花王一下怪喜欢的。又开始布置馅饼。蔬菜手工。好像好吃了。嗯，不好吃。没有不好吃的。车也不对，一定会开心的。给你点个赞。谢谢妈妈。